教你一个能够吓坏妹妹的超视觉纸牌魔术。将这四张黑红正反交错之后，接下来我要把这四张牌分开，在一瞬间。这个魔术首先用到四张 A 和一张杂牌，然后把这张杂牌放到最下面，展示四张 A 之后，把四张 A 像这样黑红交错的同时正反交错，然后呢，把所有的牌全部都反过来，右手像这样拿住牌之后呢，左手把下面的牌一张一张的拖出来，拖到第三张的时候就不要继续往后拖了，因为最后一张呢是两张牌，但是在观众看来是一张牌。而这个时候呢，可以正反展示胶带，四张 A 是黑红正反交错。那做到这里呢，都基本没有什么手法。那接下来呢，左右手要同时做两个动作。那右手的动作很简单，就只是把下面的牌搓出来就好了。那左手的动作稍微难一点，左手的动作呢是用无名指和中指把中间这张牌往右边推的同时，用拇指把上面这张正面朝上 A 往左边推，从而实现一个消失中间这张牌的效果。那再加上右手这张牌的遮挡的话，看起来就是这样，一个字，绝。好，那如果是正常速度的话，看起来就是瞬间分离的效果。那做到这里之后呢，这个时候需要做一个类似于扩牌的动作，右手把倒数第二张牌，也就是左手搓出去的这张牌呢往右边搓，搓出来的同时，右手把搓出来的这张背面朝上的牌和最上面的这两张背面朝上的牌一起反过来，最后要做一个叫做 Ascanio Spread 的纸牌手法。很简单，右手像这样捏住整副牌，然后左手拇指拨出来一张牌，然后左手的下面再拖出来一张牌，然后左手继续拖下面一张牌出来。然后呢，右手的食指按住最上面这张牌之后，两只手分开展示四张 A， 完成魔术。喜欢这个魔术，希望大家能点赞、收藏、投币三连。想学更多纸牌魔术，可以点个关注。我是丁天，我们下视频再见，拜拜。